亲爱的妈妈，您好，许久不给您写信，突然提笔还有些生涩。亲爱的妈妈，还记得半年前，探亲假结束，我即将踏上归途，您拉着我的手，不舍得我走。亲爱的妈妈，2020年的秋天，大学毕业的我毅然决定参军入伍，完成了书生到战士的蜕变。如今成为军人的自豪感已经有了，但我深知成功从来不是敲锣打鼓迎来的，是脚踏实地干出来的。现在的我已经是一名合格的救护战士，我维护的战鹰正翱翔在祖国的蓝天，守护着这一片繁荣和祥和。穿上了这身空军蓝，我扎根在了这片孕育战鹰高飞的地。每次戴上头盔，我都做好了实战的准备。守住这片领空，就是守住了我们的百姓。如果敌人胆敢再犯，我们一定空中亮剑，保卫祖国。